糟糕，太难了。我真的不想打辅助。马可布罗 ，Are you ready？ 有人站出来打辅助了，但他这个辅助好像什么都挡不了啊。他这个辅助挡啥？挡啥？废了呀！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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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抽奖。他负责修塔，懂了。挡敌人接的弹。线都不补了，就是强行压人，你说真行。他打我怎么这么痛啊？哎，我什么鬼啊？哇，他怎么这么可以这么恶心啊，这个人。我以为你二闪呢。
这个人对线还是有点东西的呀，这个人。我真的是醉了。应该包到他了吧。哇，兄弟他可真行啊，这哎，这个人还是有点猛的呀。真是不好打，转塔，他硬是这样把塔给压爆了。完了，打太多不会玩的 DNG 了呀，这个 DNG 他是会玩的呀，怎么从一级开始可以压我？原来是这样，悟到了呀。下路去，这个这狄仁杰是真的挺会玩的，大家可以学习一下。好像马可波罗到了二级也不一定点得过那个人啊，他从头到尾一直在点的。先点塔，拿暴君。他五个人头呀，这个人好有钱。我看我能不能拿个红啊。哎，这没音效了呀。哎，我怎么没有音乐了呀？哎，我没音乐了呀！没音效了，感觉有点戳不动了。
完美进场啊。没音效都听不到我这激昂的这种三杀了呀。怎么玩着一半游戏可以被我打没声音？没有闪的，他去单杀他应该比较难，感觉把自己杀出事了。哇，差一点点呢。没音效了呀。等一下呀，等一下调。这吕布不能再去给他秀了呀，吕布再给他秀就没了呀。等个红吧，等个红吧，等不了了，感觉要打起来了。哦，他有闪的，那准备了。可以闪现杯啊，这一波。他没闪吧？哇，吓死我了。还行还行。哎，我这没音效，我这打得我慌得要死呀。打完了怎么丢了个大招，他留着这个大招我们就可以一波了呀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？说不定还不能一波了呀，兄弟。哎，你这个真的有点搞啊，他为什么要用大呀？哎呦，
啊，一波了，一波一波。他们射手还是下路，赢了赢了。倒了两个，还有一个赵云，一个赵云，一个射手。赢了赢了，套屏。什么歌？这没有音效，不好玩。谢谢，我是一颗小虎牙，谢谢你。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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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，我要重新投个屏。现在这屏幕没有声音。还好我 WiFi 没有。哦，这不是 WiFi。